在酒吧和富婆聊天被夏天撞到了后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哄好了夏天。小帅哥，钱没拿。我操，完蛋了。阿姨你谁啊？小帅哥，这是你乡下来的表妹吗？我该帮谁呢？我让女朋友。老鹰捕食，见机行事吧。你眼光真的差。你眼光好，一把年纪还勾三搭四。你看你没老公吧。我没老公怎么了？我有钱，你有什么？你个穷逼。不就两个凑钱吗？那土暴发挥。我看你这个穷酸样，全身压超过30块吗？还说我土。帅哥过来拿钱。哎呀，这，你虽然穷，但不能没有志气。穷的可不是你，你当然不要。哎，不要。陈，你过来。你俩都挺帅的啊。夏天。我跟陈，能不能不要在这里上班了？我现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呢，你别闹了好不好啊？你看保洁的，在哪不知道啊？不行，我就在这。夏天。啊，今天不好意思啊，六姐姐貔貅那样。谢谢姐姐，姐姐你在那？小黄，我先去忙。那夏天，我要先去忙了。明天来我家吃饭吧，要不？好呀。那我先进去了。你明天怎么找你啊？手机联系啊。那你把地址给我。好。一姐好像还坐在那里等我。一姐。把那小女儿哄好了。怎么跟那小妹子在一起了？你看出来凤凰对你有意思吗？之前和静姐表过一次白，被拒绝了。我看不透他的想法。看透你直接上啊，想那么多干嘛？那静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我想她应该是那种永远会把你放在第一位，却从来不会表示出来的人吧。